梁國雄議員。主席，我發言都是主要繼續針對曾司長的薪酬的問題。我就有首詩諷刺他，就何不食肉糜。其實不要講話，暫時我們先放低我剛才說過那個未來基金的題目，就是說到底是否要拿2200億和以後每年按年的一些盈餘去做一個基金，而反而不拿500億去做一個全民養老金。我們暫時放低這裡先，我們講回 今年的所謂措施就知道了。根據這個財政預算案這本東西，我想很多人都扔掉了，已經有沒有啊？有沒有帶來啊？沒有啦，上堂連課本都不帶。梁國雄議員，請你在第二十五，我請各位同事，我請各位同事拿那本東西出來，就是在這個第42頁的所謂舒緩措施那裡。 OK， 在由147開始讀，他呢就講了要用200億，我引述在147段的第三行，尤其是略為放緩的通脹以及本年度的財政狀況，我建議建立以下五項涉及約200億的措施，連同預算案其他措施，可以為本地生產總值提供 0.7% 的提振作用，即是千分之一。 OK， 他用了200億，咁益到基層嘅所謂派糖有幾多少呢？就係、是、我引述，係喺43頁嘅4和5。四呢就係、是、為公屋住戶代繳一個月租金，叭叭叭叭叭叭。咁就這項措施涉及開支10億元，呢、這個係第四項喺43頁。跟住第五項就係、是、向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、綜援、高齡津貼、長者生活津貼和傷殘津貼的人士發放額外津貼，金額相當於一個月的綜援標準金額。高齡津貼、長者生活津貼或傷殘津貼這方面的額外開支為27億元，即是總共是37億元。其他的163億元是益不到公屋住戶，益不到綜援的受助者。我問了，我們的堅尼系數、堅尼指數是 0.5 幾，即是說我們的貧富差距是非常大。在第四、第五項的所謂舒緩措施裏面，就是針對這些人的。當然有些五毛人士呢是針對不到的。那一個財政司司長在一個在開發了的地區、發達地區裏面貧富懸殊最嚴重 的香港，我們這個都會竟然間是相反的。他用他多錢那頭的時候去 舒緩呢，就是有163億是用在第二度。我用在哪度呢？就是減入息稅，政府收入將減少92億元。減這個利得税，政府收入減10億元。最重要的其中一個就減兩季差餉，政府收入減少61億元。主席，有樓住的人，有樓收租的人，是不是需要你去幫他呢？跟正話第四、第五項的公屋住戶和綜援受助人，誰個應該幫，誰個不應該幫？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，在第三項的舒緩措施，免兩季的差餉裏面，一間地產公司根據調查已經享受2億2千萬，一間地產公司，因為大部分的公司都會靠收租是來這個吸取這個利潤的，即用租金。喂，他們已經是在這個社會裏面的上半層，已經是好多錢了，你還要減佢？下半層在度賣緊松糕嘅，
冚冚聲熱到真係差唔多水深火熱嘅蒸緊鬆糕嘅，你俾咁少錢37億，全部都係我哋嘅錢嚟㗎，各位同事，呢度全部人都要交税㗎啦，包括坐喺度嗰啲我哋嘅同事。喂，我哋俾咗税個政府，個政府唔係去秉行一個惻隱之心，係秉行一個咩呢？就係叫做裙帶之心，係咪？邊個同我關係好啲，我俾多錢佢。第二個，呢、這個曾俊華係完全了解錯咗納税嘅呢個原則。佢覺得喂，人哋有税交，咁我估錯數還翻啲錢俾佢，咪啱咯？你哋班友冇税交嘅，咁估多咗點還俾你啫？嗱，完全係唔識一樣嘢。當然喺西方嚟講，又係話冇國會不交税。嗱，我哋呢度有個立法會嘅，不過就唔係國會性質啦，係咪？大家都心知肚明啦，即係唔會係一個民主嚟嘅。但個問題就係、是、一個地區或者一個政府係令到人口裏面咁多人交唔到税嘅，其實已經係罪過嚟嘅。即係話好少人係唔想交税嘅。民心講係你嘅税俾我交得㗎，即係話我嘅收入係能夠令到我去貢獻俾個社會得㗎，不能夠交税嘅人。即係話佢喺呢個社會裏面係冇能力交税，即係話佢財富收入少嘛。如果你真係一個有施行人政嘅政府，就係話既然間你賺錢買花，但係買少咗花囉，人哋冇米落鑊攞你買玫瑰，攞康乃馨嗰啲錢係咪俾人哋去買根米花去煮飯啦，係咪咁樣？係咪應該咁樣？咁呢個財政司點會咁做呢？這個財政司同其他嘅司長係咪打交嘅呢？因為我哋嘅財政，我哋嗰呢個，我都未講林鄭月娥未減佢人工，而家定啲嚟，林鄭未減。嗱，林鄭咧就有個叫做咩呢？扶貧。喂，一個財政司、三司、兩個阿司原來冇關聯嘅。如果呢個林鄭月娥盡咁大嘅能力去揾窮人，制定齊呢個扶貧線，噼里啪啦，煞有介事。咁你多咗200億出嚟，你竟然間係會攞咗呢一個五分之三以上，即係成70%，係去回饋嗰啲已經好有錢嘅人。呢個咩人嚟？呢個就係無惻隱之心、無恥讓之心、無羞愧之心、無是非之心、仁義禮智四端全部冇嘅。主席，淨喺舒緩措施上面已經睇到曾俊華個腦係有問題，係咪？舉個例，張局長，唔係張炳良，係張建築局長。琴日有一位長，有前有一位長者80幾歲，蒼蒼白髮，下跪叫佢唔好拆咗石仔嶺。我想請教曾俊華，你話你係中產階級，中產階級淨係睇法國電影，法國電影唔睇呢一個其他嘅題材嘅咩？唔睇呢一個講法國革命之前嗰啲貧苦狀況嘅電影嘅咩？你唔知嘅咩？你係咪要100個長者喺你個辦公室面前長跪，你先至攞500出嚟？係，我就俾100個長者你。有長者打俾我啊！佢話呢個司長啊，係咪要100個長者跪喺佢面前啊？你做乜嘢㗎，曾俊華？嚇，司馬懿咁，我送套女人衫俾你，你又走？我羞辱你啊！你返嚟啦，辯護下啦，唔好成日寫網啦。主席，163億去舒緩已經有錢嘅人，37億去救嗰啲水深火熱嘅人，呢、這個司長係咪顛倒咗是非？應唔應該俾錢佢？淨係兩頁咋？由佢個財政預算案嘅第42、43頁咋？冇其他㗎啦。是不是啊？我想請教他，我想請教個個在這個議會裏面
成日都話孜孜在念，話要為窮人去出頭嘅人。咁你睇到呢一個咁嘅舒緩措施，你覺得無動於衷嘅咩？冇嘢講嘅咩？嚇，冇嘢講嘅。喺個政綱嗰度，我睇到而家全我個選區個個都話我哋為老人家㗎，全民退休保障啊，我哋要滅貧啊，我哋要乜？喺個一生人唔係一生人嚟做呢個立法會議員，喺每一年只有一個而家呢個狀況，你係可以喺個財政預算案裏面講呢個問題，同埋相應提出要政府改變呢個唔合理嘅制度。你哋做過2011年，當呢個唔合格嘅財爺曾俊華第三年估錯數，佢將嗰啲錢6000蚊派落去1100蚊收入以下嘅強積金，你哋唔係譁然嘅咩？你哋唔係話唔通過嘅咩？係咪？你哋點解咁善忘咧？今日我哋喺呢度講嘅，如果你將163億派俾所有嘅香港人，或者淨係派俾4、5嘅人，你話幾？佢哋得到幾多錢？點解係要將我哋政府攞到嘅錢係俾翻啲已經多咗嘅人咧？以不足奉有餘啊！以不足奉有餘係缺德嘅事嚟嘅喎，係咪啊？係咪割肉補倉？嗱，主席，呢、這、一個曾俊華可謂一無是處，淨係由呢一個41頁讀到43頁，我自己都瞓唔著。我點會出現個咁嘅人？點會出現一個白痴到咁嘅人，一個奸詐到咁嘅人？嗱，主席，我要減佢嘅人工係有道理嘅。嗱，佢又喺第140頁又有，就係第140行，即係話讀前一頁40頁又有新油啊！佢讀咩咧？佢話保障收入，佢讀俾聽。嗱，佢就話揾個小組嚟睇啲嘢噶嘛，我之前講嗰、那個。嗱，佢話小組第二個主要建議是政府要協力保障穩定和擴闊收入基礎，我非常認同。考慮到競爭力和市民的承受能力，大幅加稅空間有限。原則上，我不排除任何增加稅收方法，但亦明白任何新稅種的建議都具爭議性，需要充分醖釀和社會討論。現階段政府的工作重點是緩解人口老化對經濟容量的制約，對推動經濟向更高增值發展，增加和保障收入。我們同時要確保開支增長緊貼經濟和收入增長，凝聚社會共識，為香港作出短中長期的財政準備。嗱，讀完啦。咁而家曾俊華由2007年到而家，經歷咗咁多嘅教訓，有金融海嘯，有呢、這個進一步同呢個大陸嘅經濟融合。佢講嚟講去就叫滴漏原理。咩叫滴漏原理？主席你都睇，你睇過經濟書知啦。即係我唔理你，做大個撐佢，煮滾啲水佢。煮滾咗之後一收火，滴兩滴落嚟下面，喂，就係咁嘅，咁嘅啫。即係個意思就係話咩咧？佢嘅稅制改革係唔會令到已經物都著唔落嘅人係攞翻少少錢出嚟，係為嗰啲不停咁樣辛勤勞動為香港嘅繁榮做咗貢獻嘅人。佢嘅哲學係咩？就係話我你都係咁多啫，你冇得食，佢有得食，食剩嗰陣時攞翻落嚟，你咪有得食咯。呢個咪滴漏原理咯。咁啊！呢個滴漏原理嘅方法係咪適合於今日呢？其實同呢個梁振英嘅講法都唔同啦，係咪啊？已經唔係咁講啦，梁振英。咁所以其實喺第一個，我覺得淨係個頭腦痴呆，冇辦法諗到嘢，年年抄功課，年年都係口水嗲嗲低，口水堅咁，已經要減人工啦。6年嚟一無是處，等運行。等嗰個經濟大陸嗰啲大桶水倒落嚟，留俾我哋。
所以在這點上面，主席，我認為他應該不出糧，快點回來。還有哪位？不要走，你個曾俊華。還有哪位？